主料：木瓜一个，红枣六颗，银耳一块，莲子。辅料：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准备好银耳、红枣、莲子、木瓜、银耳，泡发好，撕成小碎，加入红枣、莲子、银耳煮1个小时。木瓜去皮去籽切方块，加入木瓜，加入白糖，出锅了。来一碗烹饪技巧：木瓜要在银耳煮1个小时出胶之后再放，这样口感比较好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